现在云霸体验的是那个装甲骑兵，哦，就是以前那个小时候动画很有名的一个叫那个 Scooby Dog， 哦，看这个大家就知道了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在以前在那个台场那边跟还有那个 VR Zone 那边都有，那这次有在东京电玩展展出，那云霸刚好可以开始玩，那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画面是怎样。那这个在驾驶舱，云霸在驾驶的是装甲骑兵，然后他被送出地面去。他有点像坦克开吧。你如果两边都侧着，它就斜开，它一前一后它就转身。爸看到画面在，我记得他有飞弹，哪一颗射飞弹？云霸应该听不到我讲话，嗯，就在玩。